瓶盖，开开一个奖励3000元，又能喝啤酒解渴，又能赚钱，新鲜又刺激喽！快来看看喽，来看看喽！哎，干什么？小伙子，你过来！啥？哎，来来来！一点没听清。干什么的？啥啥干啥？小伙子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发财致富的买卖。发财致富？难不发难不富？你坐下坐下，我慢慢给你介绍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小伙子啊，我这一单买卖呀，都快砍上普通工人上一个月班了。怎么啥事啊？那你赶紧给我介绍介绍，什么买卖能这么挣钱啊？哎呀，我这买卖可好了，只要啊动动手就能来钱，我跟你说可简单了。哎呀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买卖，干一单就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。那你给我介绍介绍吧，详细一点的。不过呀，你得需要200块钱介绍费。那么还得需要介绍费啊？啊，就是啊。哎呀，你这不能是个骗子吧？你这小伙子说话我真不爱听。你看看我长得像包公一样，怎么能是骗子呢？哦，也是啊，你黑的，你比包子喝多了。我不客气。哎，没事，我给你，你反正你也跑不了，是不是？确实有这么好的工作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拿钱。行，有包你得退给我啊。一波，二波，好了。行，那开始吧。啊？开始？什么意思啊？看前面小黑板。看前面小黑板？你不是给我介绍工作吗？看这玩意儿干什么？嗯、挑战单身开啤酒瓶，开一个奖3000。哎呦我的妈！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，我给你介绍大买卖。你看，开一个啤酒瓶盖，就奖励你3000块钱。一只手开开，你还得喝着啤酒。哎呀，妈妈，你咋不是说介绍工作吗？咋不抢玉玺了？哎，这也是啊，你看3000块钱呢，是不是一般人3000块钱一个月才能挣到？啊，理儿是这个理儿，但是这单手开啤酒瓶盖，是开一个奖3000，哎呦，我还行啊，挺大的，但是能开开吗？你试试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行，气反正气也给你了，我们开一个试试吧。胆小哈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太紧了，哪能打开呀、啊？这不打太紧了吧？干嘛？挺难打啊！哎呀，胆小啊，太有难度了。不行，大妈，我打不开。哎呀，小伙子，那是你能力不够，这怎么能打不开呢？不对，大妈，你心思心思啊，这平常出去喊啤酒，骑着啤酒瓶，要不就用筷子比，要不我就用举起的把它撬开。你胆小，你哪么样也使不劲啊，你肯定打不开。那我可不管。不对呀、啊，你这就是骗人的，是不是啊？反正这游戏你耍了，那我别的不管了。不行，老快你给我把钱给我来，你耍人你的。钱我是不能退给你。你退开咱算介绍工作，这哪是工作？这就是你做买卖来扫荡的，你给我脾气。我不给你钱，你都玩了，赶紧给我退来！我就不退给你。你不退我不走了我。哎呀，你还赖上了，不走我拿啤酒砸你！你个老婆，你听凶啊！
我回家给俺妈工作去，不等俺妈来找你啊！你个骗子，我放屁！就这小胆气儿，哎妈呀，还在这跟我的耍赖！来玩游戏了，单手开啤酒瓶盖，打开一个就给3000元呢，多么好的事儿哦！快来试一试喽，又新鲜又刺激，又能喝啤酒又能赚钱，快来哟！快来玩游戏来，玩游戏了，又有啤酒喝，又能挣钱，快来玩喽！快来玩喽！哎呦，大妈，去上一边玩去！你这小孩，你真是……我不光是小孩，我还是个苏学生。哎呀，那你上一边玩去！一看你就没有钱。大妈，我呀是良心的商人，我不欺负小孩。大妈，我有钱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小孩，我是个苏学生，我就是有苏学生的媳妇而已。我就是在那个苏学一待就是在那个次年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还一蹲就蹲了7年，你因为啥蹲鸡呀？就是哈，我上课的时候老师教给我这个什么波还是什么啊波斯什么得了，我也不会说，我也连不明白，我也要反不成。哎呀妈，你还小学生，我一瞅我还以为是个高中生呢，闹半天是个小学生。你真想玩啊？你有钱呢？哎呀，钱不有嘛。哎，行，那你过来坐着吧。先拿200块钱吧，你不说你有钱吗？哎呀，那大妈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的鞋子都在拿木牙刷嘛。你就用一只手把这瓶盖打开了，能喝着里头的啤酒，我就奖励你3000块钱。3000？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昨天晚上刚看了一个视频，也是开酒瓶盖游戏的，哎，都是一个套路，看我怎么坑的。来，给你钱。好，开始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大妈，你看我开屏了。哎呀，那大妈，你这个送啤酒，那么10天10天的。哎呦，大妈，我开屏了。
哎呀，来，我得回去买只烤鸡吃吃。我装修一只烤鸡，我又是一只烤鸭。那个，等你下次摆摊的时候，你得告诉我，我还来哈。哎妈呀，我再不摆摊了，我再摆摊我就是王八蛋。我拜拜。这个小姑娘心狠手辣，一点钱都没给我留。